我是郭笑吧，我的主人是郭秀仪，今天我们来听听 MyFM 最强 cover。 我是大头阿 K。 刚听到两首歌曲呢，有 Neil Horan 的 Slow Hands， 还有徐佳莹的第四课。徐佳莹的这场呢 MyFM 指定电台徐佳莹是日就新巡回演唱会2017 11月18号的晚上8:30，在云顶云星剧场隆重迎爆。还没有购票的朋友赶快拨打银河热线啦，03-2282-2020。这时候呢，除了大头阿 K 之外呢，我们现场还有两位朋友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哎，怎么不说自己的名字吗？我是糖糖。好，我是阿贡。对，阿贡呢今天是担任这一个背后的男人啦，当个吉他手。那糖糖呢就是上个星期挑战了王力宏的歌曲依然爱你，然后得到很多很多的 like， 所以今天呢就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现场啦，然后演唱给大家听的。那如果你现在呢想要看到我们的 Facebook live， 想要看到糖糖长得一个多么漂亮甜美的样子呢，赶快去到我的 live page MyFM 大头阿 K 那边可以看得到，我们也在进行着这个Facebook Live 了。然后刚刚呢糖糖还有现场就唱了一首让我觉得十分的有爆发力的，他竟然唱了死了都要爱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大头阿 K 唱的话呢，大家应该是直接关掉那个 Live。 可是刚刚呢糖糖一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说这个女生看起来甜甜 sweet sweet 这样子，可是他唱起歌来那个爆发力，那个高音的处理非常非常的棒。那我们来说说一下啦，糖糖刚刚有讲到说他是17岁的时候就是正式踏上舞台，对，踏上舞台开始唱歌给人家听，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？是开始是很紧张啦，然后就越唱，你会站就是站舞台唱多次了过后你就习惯了，习惯了，然后慢慢那个心跳就没有这样快啊，心跳就不跳了，开始是很紧张的时候这心跳很快嘛，然后就你唱久了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，然后感觉不到那个心跳跳出来那种感觉。OK， 已经是那种很 enjoy 这个舞台的那种 feel 了。OK， 今天糖糖呢也准备了好多的歌曲要跟我们分享的啦，来现场我们来唱一首。好，我要送上了一首这个我很喜欢的一首歌，它是一首本地创作啦，来自玄爵的一首我还记得。哎呦，我还记得。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一个现场的 live 的话，去到我的 live page MyFM 大头阿 K。我想你也有吧，小时疯狂的想象，你也坚持过吧，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总想着有一天你会到达，总想着自己不远了，快到的时候总被拖下，前方的路无论有多宽大，总会有凹凸的面呀，尽管前方无人阻挡，大风也会迎面的吹呀，说吧，说我愚蠢吧，可是我还是会追呀，无论到哪呀，总会有天会实现呀，只要我记得梦想在前方，说吧，说我愚蠢吧，可是我还是会追呀，实现呀，只要我记得梦想在前方，我最初的梦想我还记得。哦，好惊哦，我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我刚才在想说哎呀什么时候会 end 掉，可是我又不想它 end 掉，真的很好听耶。完全是唱出了，唱到我的心里面，如果不是要 on air 的话我可能会已经落泪了。OK， 那糖糖呢会继续唱歌的，去到我的 live page MyFM 大头阿 K 去看到更加多好听的歌曲。这时候进入一段资讯，资讯回来呢我们再来继续听呢。